朋友去看看高队红毯上热搜那晚都发生了什么。这个波尔诺明星艺人朋友把这个视频发给我，快手机在那里吃法国生蚝，在那里吃。你说现在做营销好是不是有毛病？他说因为当时我没有走过红毯，以为就去了嘛，就站在红毯中间拍张照就好了，我就这样去，就老头上去，全程录下来的时候就很像我是一个康复运动，然后完了之后那个主持人就以为他下去了，然后他就突然然后主持人说哇哦 fashion 的动作，哇哦 fashion 的动作。